如果有时间去走一走，你想去怎样的公园？公园有什么好玩的？很多树很好玩，很多树很好玩，树很好玩啊！当城市越来越拥挤，坐落在建筑与马路之间的公园，是否需要多一些绿树与草地？绿地保留。7月20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为您播出，让公园去水泥。